嘉行传媒总制片人高琛上台领取荣誉，掌声有请。被暴雪十分呢，作为全网期待值最高，腾讯视频站内期待榜最高的青春偶像剧，在百度指数、微信指数的数据上一路领先。这是关于爱和梦想的故事，让我们好好的一起期待一下。有请孙中山先生为荣誉获得者颁发荣誉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在暴雪十分钟饰演的神秘力量。非常感谢大家对在暴雪十分钟这部作品的期待，非常感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星月，在暴雪十分钟饰演孟小冬。好，那我们当时在拍摄的时候是在芬兰和法国有。